稻草牛蛙，口味牛蛙，干锅牛蛙。这个牛蛙好啊，当年可是我店里的招牌菜呢。师傅，那为啥就要倒闭了呢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钱都被你聊死了。大王，今天做口味的吧，我要吃辣一点的。口味的一点汤汁都没有，那肯定得做干锅的呀。干锅有什么好吃的？你自己带回去吃啊。你不是自己做吗？你不知道？哎呀，想吃辣又想喝汤，今天我们就吃紫江美蛙。紫江美蛙，师傅，那得要好好教教我啊。教什么教啊？赶紧都做事去。加两勺盐进去，再加两瓶啤酒，给它脱洗掉血水。洗干净的牛蛙来点盐、胡椒粉、味精、生粉，把它抓拌腌制一下。起锅来点油，牛蛙下锅炸，炸到有点焦焦的，给它捞出来。把配菜下锅炝烤一下，来一点盐，把它添出备用。放豆瓣酱、剁椒，给它炒香，炒出红油，给它加几瓶啤酒，再加点清水，下入牛蛙，放入紫姜、干辣椒、小米辣、蒜子，调味放一勺盐、一勺味精、一点生抽、蚝油，给它翻炒均匀，焖煮一下。再加入藤椒、青椒、水淀粉，给它勾个芡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来来，都尝尝看。嗯，吃起来鲜香麻辣，特别是这个牛蛙好入味。这个土豆也可以啊，是吧？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感觉这汤汁棒棒，都好吃啊，是吧？尝尝这个酵素也可以，这牛蛙腻了。吃到的酵素啊，还会一点腻的。吃了饭学会了没有？学会。我下次想吃牛肉了。对啊，是吧？你要带过来啊。